比较喜欢从就这样，就是在一楼嘛，但是他就是他说都不能下去，所以这样的。
十五就会有
拉开的话，宾士拉开。Okay.
但也没有到不好。但跟他每次跟他打到平手才有好感。对我来说好感。拖打法，连连优势都发挥不出来。他跟想跟他，他一直很想跟你打平手，你就拖掉，拖掉，拖掉，他要自己砸出来。他进限制区打超球，然后一直不点，那搏搏一搏，超强。傻眼，我傻眼。